所以第二个单字呢 access 这个字一样、哦、它的动词跟名词都叫 access， 那当名词用的时候就是一个，它是一个 opportunity， 它是一个 chance for you to go in near， go in toward， go to 什么地方，那你能够走向 go toward 什么地方的一个机会， opportunity is a way or the method， 它是个方法，所以它是有权限啊，机会啊，通道通路的意思哦，名词。好，那我们看它的课本例句哦， only senior employees have access to the archive。 好，我们先看这个单字 senior。 好，这个 senior 呢，各位可以，如果你已经有提前先看过了这个第八个单元的单字，你会发现在第23个单字你就会看到 senior， 各位有看到23吗？你可以翻到你的单字本48页看到 senior， senior 这个字就是高级的，好，还有资深的，年长的意思，所以 only 只有在我们公司当中 senior 这些很资深高级的 employee 员工们，只有这些资深员工他们才能够拥有 access， 获得权限，获得方法 to 到哪里，这个 to 是介系词， to the archive， 进到我们的 archive， 有权限到这个地方去。那这个 archive 是什么？来，档案室。我们来看看这个单字哦，来先看片语哦，刚刚学到这个 have access to， 来我们先看它 have access to 后面加上名词或 ing， 这个 to 是介系词，对于后面这个名词或对于这个动作你是有权限，有方法，可靠近的，可接近的，可以看见的，可以进入的，有权限的都可以用这个片语叫 have access to。 再来老师要讲 archive，你会看到我把 archi 画起来，没有错，这是它的字根，我们来研究它一下。什么叫 archive？ archive 是档案室，它也有动作动词，就是归档，把东西一个一个摆好，按照年份放进去的动作。好，那什么是 archive？ archive 这个字呢，诶，老师的 archive 不见了，好，没关系，来 archive 这个字呢、哦、在第三个单字会看到，来我们先跳到第三个单字 archive。 archive 是在我们的 unit A 的第三个单字，好，没有错，来等老师一下，没有错，来我们先讲第三个单字咯。什么叫 archive？ archi 它是要你分成 arc 还有 key。 archi r 这个字呢， ar 有没有像 air， 那是空气的意思，那 key 这个字跟我们中文的气是一样的，两个字都是指空气 哦，空气当中有最早最早存活着的东西哦，那些小小小的那些分子们，还有 archi， 就是 archi 这个字啊，字根本身就是古老的东西，所以 archi 跟古老有关的就是我们的档案室，有很多的应该是说有很多的年份的东西会被归档在里头。好，所以我们这个字 archive 就是档案室的意思。有一个单字也跟它很像，它也是用一个 archa 或者是 archi， archi 或 arch 这个字都是有古老的意思。那什么是 ology？ ology 是学说，所以专门在研究古老学说的这个字，没错、哦、它就是考古学哦，你各位可以把它写在下面、哦、archaeology。Archaeology 这个字就叫考古学，它是一个学科，考古学。好，考古学就叫 Archaeology。好，那我们先讲了 Archive 了，我们就直接来看它的例句。Mr. Fujita studied the transaction records in the archive this afternoon. 好，我们的 Fujita 先生，好，藤田先生 study 去 y 加 ied， 去 y 加上 ied 是过去式。他今天呢在研究我们的 transaction record。 什么叫 transaction？ tran 这个字叫穿越， act 是动作，你穿越过去那边做动作，表示去做交易，去做商业买卖哦。那 transaction record 就是交易记录。他呢在研究啊，我们的 Fujita 在研究这个 transaction record， 研究这个交易记录在哪里呢？ in the archive， 他在我们的档案室当中啊。this afternoon， 今天的下午。好，再来我们要复习一下这个 transaction。来，老师帮你复习 tran 这个字叫做穿越。act 这个字叫做行动 do、啊、就是做行为举止，你到那边去做一些行为举止，穿越过去那边、啊、这个动作 ION 是名词的意思，所以穿越过去做东西就是穿越去做交易买卖咯。好，所以我们的 transaction record 是记录，就是交易记录。好，这是 transaction， 来各位帮自己整理一下